昨日，六峰山案件犯罪嫌疑人张东升已被警方拘捕。据悉，嫌犯张东升曾是一名少年宫代课老师，平日为人温和，备受家长好评，却因一己私欲，残忍杀死多名受害者。具体案情，警方将在进一步调查后公布。本台将持续为您跟踪报道。哎呀，我都不用看成绩单就知道，蒋燕又是第一名，没什么悬念嘛。朝阳今天生日，你可得好好夸夸他。吃完饭就带他买双新鞋子吧。还用你说，我就是这么打算的嘛。周朝阳，你终究还是变成了我。你还怕什么？我帮了你，你应该好好感谢我才对。你不是一直都很讨厌这个家吗？妈妈管束你，爸爸抛弃你。你王瑶阿姨和妹妹还合伙欺负你，根本没有人在意你的感受，他们只会利用你，欺骗你。啊，对了，还有颜良和普普，你的好朋友。我曾经和你说过，相信别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隐秘的角落，你和我也不例外。这样对老师说话可真是太没有礼貌了。那些瞧不起我的人，知道我秘密的人，已经都被我杀了，包括你的家人和朋友们。你想见他们吗？只可惜他们全都死了。现在轮到你了。我的人生全都被你们毁了，你们也要为此付出代价。朝阳，你起来了。今天是放暑假的第一天，学习一样不能松懈，知道吗？现在你的同学们都在悄悄使劲呢，你可不能落了下风。假期到了，景区最近特别忙，妈妈不能天天在家陪你，你也要自觉，别光想着玩。 好好了，快去洗漱吧，妈给你准备好了早饭。 朝阳，别磨蹭了，快去洗漱吧。朝阳，去哪儿呢？卫生间不在那边。朝阳，照顾好你是妈妈的责任。你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妈妈才会一辈子陪着你，对你好。朝阳，早饭在餐桌上，快去吃饭。和你说了多少次了，外面那些油条馅饼不健康。你想吃什么就和妈妈说，妈妈给你做。妈特地给你订的牛奶，快趁热喝，多喝牛奶长得高。朝阳，在家好好学习，妈得赶紧去上班了。终于睡醒了，别怕，我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不会伤害你的。是的，不过我是最懂你的狐狸，你的小脑袋里在想些什么，我可以一清二楚。比如，你刚刚就在想看会儿电视，对不对？可是你又怕妈妈发现了会生气。好吧，好吧，你没有。不过今天是暑假的第一天，看会儿电视放松一下，绝对不会耽误学习的，对吧？你这么聪明，一学就会，不像那个总是嫉妒你的女同学叶迟敏那样，就算熬夜学习，也总是屈居你之后。对你来说，书本上那点知识太简单了。快乐是多么珍贵呀！这个世界上能让你感到快乐的事并不多，按照自己真正的想法去做吧。欢迎收看早间新闻。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目前警方已在当事人带领下，在崖底找到了2位坠崖老人的遗骸。2位死者均为本市人，夫妻关系。本次出行由女婿张某趁休息带二老来六峰山游玩，未想到惨剧在眼前发生。现在你该听谁的话呢？是听爸爸的去敲开柜子，还是听妈妈的回去乖乖学习，装作不知道有这个礼物呢？怎么会没关系呢？我是来帮你的呀！有了我，你就能实现你所有的愿望。没错，我知道你的愿望，我知道你最想要的。你总是这么胆小，不敢正视你自己的内心。难道你不想要快乐和自由吗？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这款游戏机吗？班里同学都有，你却从来没玩过。打开它，这是爸爸送的礼物。爸爸希望你能做个开心的孩子，与同学们有共同话题，有更多的朋友。按照你内心的想法去做吧，去做让你感到快乐的事情。妈妈每天上班这么辛苦，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撬开柜子玩了一天游戏机。是不是你爸教你撬的锁？你是个学生，他教你这些东西是想害死你吗？你比赛得第一名的时候，他来了吗？他来了吗？ 还不是妈妈请假陪着你？你学校的活动家长会，他什么时候参加过？既然你这么不懂事儿，那就别怪妈妈。朝阳，你要知道，妈妈才是最爱你的人，你也是妈妈的全部希望。 好好听话，妈妈不怕你犯错，妈妈愿意陪着你，直到你做对了为止。起来没什么精神呐。呀，游戏机被妈妈摔坏了。要不是我，你根本都不敢撬开柜子拿到它，对不对？ 好了，这让你总是不给我机会把话说完。我可以让你享受快乐与自由的同时，还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朝阳，你怎么还待在房间里？在磨蹭什么？朝阳，你怎么才起来？饭都要凉了。我问你话呢，今天为什么起那么晚？朝阳，身体不舒服就和妈妈说，不行我就请个假在家照顾你。游戏机已经坏了，今天就别光想着玩了，做你自己该做的事儿，别再让妈妈失望了，知道吗？回答我的话。这就对了，好儿子，饭放在桌子上了，洗漱完赶紧去吃。 朝阳，我说了多少次了，先去厕所洗漱。快点洗，洗完赶紧去吃饭。你不是说班里同学都笑话你，你一直想长高吗？听话，赶紧喝了。朝阳，放了假，功课也别落下，记得按照妈妈安排的计划表去做，做事情要有条有理。 不管你的事儿，你只管在家好好学习就行。好了，妈先去上班了。欢迎收看早间新闻。宁州市六峰山景区发生游客因拍照而失足坠崖事故。你的时间被循环了，是的，这次你要不要听听我的建议？咱们今天想好好的玩一场，只要留出一点时间把作业完成就行了。这种事你不是早就得心应手了吗？ 你可真听话呀！不过我告诉你，光凭这样是没有办法挣脱这一切的。好了，乖小孩，你去乖乖的学习吧，我会在旁边看着你的好戏。just been accompany them.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is section, Part A and Part B. Remember, while you are doing the test, you should first put down your answers in your test booklet. At the end of the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you will have 3 minutes to transfer your answers from your test booklet onto Answer Sheet 1.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 may raise your hand now, as you will not be allowed to speak once the test has started.